你好，太太，我是今天来应聘的保姆。进来吧。哎，来。我的要求呢是很严格的，在你之前已经走掉五个保姆了。放心吧，太太，我会尽心尽力的。那你先去把卫生间的衣服洗一下吧。哎，保姆这么年轻，她能干好吗？那我怎么办啊？现在这好保姆真的太难找了。妈妈，胳膊痒。怎么又痒了呢？妈妈，身上好痒。这不都去过医院了吗？怎么还这样啊？太太，太太，干嘛呀？大惊小怪的。妈妈身上好痒。太太，我能看一下吗？你能看出为啥吗？太太，我大概知道孩子为什么身上痒了，是洗衣机的问题。洗衣机？我刚才出来就想问你了，洗衣机多久没清理了？太太，你跟我来。太太，您看这多脏，这洗衣机超过三个月不清洁，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，不仅洗出来的衣服呀有异味，还容易滋生细菌，让孩子身上痒痒。那怎么办呀？没事，这方面我有经验的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墨蒙洗衣机清洁除菌液是我们家政一直在用的，我用上试试。家里一定要养成每个月都定时给洗衣机清洁的习惯，要不然这衣服都白洗了。夏天快到了，洗衣机更要常清洁，不然衣服越洗越脏不说，穿在身上还痒痒的。这种清洁剂专门添加了除菌剂，而且它是液体的，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洗完胶圈夹层明亮如新，杀菌率高达 99.9%， 还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，就算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清洁干净。每个月像这样清洗一次，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，安全环保，洗出来的衣服闻起来还有淡淡的清香。太太，您再闻闻这衣服是不是没有怪味了？哎呀，还真是，还有股很好闻的香味呢。太太，您看，这洗衣机干净了，洗出来的衣服呀，孩子穿着也放心啊。不错不错，你别录用了，谢谢太太。那你这么好的东西，你在哪买的？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。